CQ， 各位喜爱业余无线电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，欢迎来到翟台长的电台室，我是本期的操作员 Navy1HY。 啊，台长今天呢是大年初一，首先向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声过年好啊。这个新年啊第一天在新加坡这边呢还是挺热的啊，虽然说这样的热情，但是还是过年的气氛还是应该有的啊，过年就应该喜庆一点。台长昨天和同学们呢一起过了一个年，然后今天呢没有什么事情啊，刚才中午吃了顿饭，现在下午没有事情，台长就出来啊架台来玩一会儿。台长从上一次玩短播应该是去年的这个11月了啊，去年11月份到现在2个多月了没玩短播，现在手非常的痒，所以说呢今天出来给大家来玩会短播。大家看一下台长的7300，然后呢连着电池，这边是电脑，电脑上呢运行的这个是 WSJT，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啊，现在是有一个哦，有了这个有新 QSO 了，哎，我把新 QSO 刚刚给做完，现在呢等一下再给大家做 CQ， 然后呢今天出来玩会儿 FT8。还有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，就是现在17米的传播开着，现在本地时间下午6点钟左右17米还是开着的。台长以前呢没有玩过17米啊，20米15米玩过，17米因为本身不是很常用啊，所以就没怎么玩， SSB 和 CW 一般台很少啊，竞赛也用不上。但是今天呢由于这个17米的开着，而且 FT8 在17米上有固定的频点，所以说呢台长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玩一玩。话不多说，台长现在要去操作 FT8 了。哎呀，刚刚这个17米，刚才台长查了一下，现在17米开着，然后有不少的台还都在这里，声音还挺大的，啊，台长这边稍微试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刚刚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有这个俄罗斯的电台，还有这个 OK 是捷克的电台，啊，捷克，然后呢，台长试着跟他联系了一下，然后呢，他刚才给我减二，我给他减2，然后他给我减21，减21应该说是在 FT8 这个模式里面，应该说是灵敏度非常非常低的这样一个值，基本上低于20很难能够通联到啊，通联到纯属巧合。所以说呢刚刚我回复他了很多次，他都没有给我一个及时的回答，所以这样就丢失了，就很可惜。哎，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有一个日本台啊， JR6SKQ 啊，这个台现在在回答我们啊，我们现在尝试着跟他进行一次 QSO， 看一下啊，这个需要一点耐心啊。他现在和我在同一个频率收发，可以看到这边他和我同一个频率，这边他的信号很弱。哎，好的啊，我给了他减16，他给了我减06啊，给他减16，他给我减06，我给他的还是比较弱的。然后呢这边自动的就蹦出来了这个日志的框，然后我们用这个日志的框就可以把它这个啊把它给结束了。刚刚呢台长的发射功率是20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边我们的 report， 然后呢这个波段它的坐标网格都已经有了，所以说呢就其实很好。哎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边 A45XR， 这 A45 应该是阿曼的这个前缀， A45XR 还有 A45 的一些其他的几个电台台长平时也都有啊，这些电台平时用 SSB 也好 FT8 都挺大那个功率的，所以说呢台长今天也是以前和阿曼做过，不过今天既然是新的波段，所以说呢台长还是哎跟他来做一次啊，每一次 QSO 其实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叫做啊，跟朋友见面的这样一个机会啊，所以说还是很要值得珍惜的。对每一次 QSO 啊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哎，不错，刚刚又做了几个啊，刚刚这个和 YB1 就是印尼这个友台是附近的友台，这边现在还有国内八区的友台，我们等一下可能我会尝试和它通联，但是它的这个它的信号强度-24分贝就非常的低，我觉得不一定能够通上。17米可能快要关了，不一定啊，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咱现在架台的这个环境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其实是一个烧烤用的小亭子，然后呢这个可以看到旁边有烧烤架什么的啊，这是我的天线，还是用的 JPC7 的这个偶极天线啊， JPC7 这个天线还是不错的，放在这里大概是指向西北偏西一点，然后下面是南偏东啊，台长现在这个方向应该是北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仰角没有什么问题，另外一边上也是有房子，但是呢20度仰角是保证没有问题的啊，保证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好，现在继续叫一叫 CQ 台长呢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17米，估计快不行了，再有个10分钟20分钟，台长可能会切换到20米或者是30米啊，甚至是40米上去，咱们等一会儿再看。哎呀，20米还是热闹，看看这还是大波段啊，刚刚这个17米不行了。哎，我们看到蹦出来一个，这里蹦出来这个是 YB9A， YB9 是印尼的东部，印尼最东部啊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啊，大台还是很多的，有几个这个功率非常大的台。刚刚台长这里和 VK5 是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具体哪个方位我不太确定啊。然后 YB9 这边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其他的一些，除了印尼的台，刚刚可以看到了，刚刚看到有日本、菲律宾，这边还有越南啊。这个大家可以看到，嚯，这边多啊，这边多，还有这个我们八渠 A44 阿曼 SP 好像是这个西班牙的，打到这里来说功率应该是相当的大了啊。台长这边还可以继续了，来继续进行 QSO， 今天出来玩啊非常的值啊，出来对了。好的，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挺晚的了啊，时间挺晚的，刚才台长在这边待了大约有2个小时左右啊，2个小时还是挺累的啊，这边毕竟是野外嘛，野外这边还是挺累的。在17米上做了好多 QSO， 在20米上也做了不少 QSO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不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，这边这10个左右都是咱们今天做过的 QSO 啊，从这个 WSJTX 的这个文件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日志，可以找到这些日志，所以说今天还是挺高兴的，大年初一啊，开门红，咱们做了十几个 QSO 这样啊，所以说台长也是好久没有出来了，这次出来呢也过瘾了，然后呢也做了 QSO， 同时呢也算是咱们今年的开张，预示着咱们今年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好的，那么各位火友腿朋友们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过年期间出去架台，或者是在过年期间有没有做 QSO 呢？啊，这个咱们做 QSO 很重要，当然了，也不要忘记这个啊，这个和家人团聚啊，也不要忘记去亲戚朋友家串门啊，这样。那么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呢，这个台长差不多要休息了，休息回去剪视频，然后呢玩一会儿就睡觉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73，我们下期再见。